陈敏啊，你嗰只中间好命啊！如果唔系，我最少摆50蚊港币啊，西班牙啦，敦存佢啊！又冒嘅，我丢你呀！呀，先生，我这样啊，500块都见紧我冇搬砖嘅。叮叮叮！哦，师傅，师傅，双柱呢？上次嗰只豉油咧好食系嘛？唔是多谢噶，下次咧过年我有带支俾你，请男人啫嘛，系咁咯。唔咩，你翻来啊？你个人你识唔识啊？哦，呢个咪谢连峰咩？打 NBA 嘛？我谢霆锋打 NBA 啊咩？咩啊？嗰只啊？咩？500啊？哦，500系嘛？500我都识。佢得闲咧，又同我威下番薯啊咁咯。500。嘿，系咯。啊，肥熊啊，我同你讲件事啊。琴日咧，我朋友追人哋嘅树啊，连佢老婆都走咗路啦，阴公咁大镬啊！咁冇树啊，冇树啊，第日先请你食饭吓，系咪真系冇树噶？咁我唔送啊！小弟唔啱喎，记得我几百万，我老婆做乜要走啊？更何况我都冇老婆。